您找我？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新来的投资人是我妈。那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您别误会，我向您保证，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比你晚。啊，这个没关系，这是好事儿，而且我非常感谢你妈妈能看出咱们全胜。 你妈妈很关心你，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应该随时跟她沟通。如果让她产生什么误会，那就不太好了。您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有了，你回去吧。 学会思考人生了。哟吼，怎么美国待的不如意吗？很开心啊。那为什么要出现在全胜呢？我是全胜的法律代表，代表了姑妈这个投资方，以后啊你会经常看见我。我妈收购全胜的事儿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没有加以阻止，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泡妞？当然是为了泡妞了。那我要宣布，小娜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我知道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 哎呀，你这个负心汉呢！你这个小心眼儿，要不要尝尝全胜的咖啡？青青，全胜我来的比你早，一切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滋味还是老的好。这是一杯奶茶啊！